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是全国著名的重点中学，是湖北省政府命名的全省唯一的窗口学校。学校现有教职工330人，其中在岗特级教师13人，高级教师153人，硕士研究生42人，在校学生4000余人。华中师大一附中以优良的办学条件和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水平，享誉全国，飞升海外。近年来，为了适应社会对优质高中、优质资源的需求，学校扩大了办学规模，筹建了花园式的新校。占地400余亩的新校位于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内。建成后的新校以焕然一新的校园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让华师一附中愈显青春与活力。2005年8月，学校整体搬迁至新校区，中央空调、网络设施一应俱全，具有现代气息的教学大楼设有106间常规教室，每间教室配备电视机、投影仪、计算机等多媒体教学设施，理化生实验室及常规试验仪器设备配备齐全，图书馆藏书量丰富，并且实行数字化管理，功能强大的综合楼可以举办各种大型的学生活动和会议，方便卫生的学生食堂、学生宿舍解决了学生家长的后顾之忧，国际化标准的恒温游泳池、体育馆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这一切都为新课程以及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营造了一流的外部条件。华中师大一附中站在培养人才的高度，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真正把学生的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负责，营造了一种适合学生发展的学校教育。我们华中师大一附中的办学理念概括起来说8个字，以人为本，发展为先。以人为本呢，就是说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和一切为了学生。那么为了学生呢，可以包括学生的，首先是学生的安全健康，同时呢也包括学生的各个方面的这个学习。我们觉得以人为本的核心是以人的发展为本，因此呢我们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主动发展、终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学校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以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为积淀，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是华师一附中教育教学的优良传统。在深化改革中，学校将这一光荣传统弘扬为教学方式的变革，提出让课堂充满创造活力，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不仅在探究型和研究性学习课程中采取确定专题、设计方案、动手实践、激发创造的探究式教学模式，而且在学科必修课中建立了祈祷自学、交流讨论、精讲精练、应用反思的互动式教学模式，着力于发展学生的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建立起涵盖全面、贯穿全程的多元化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长期以来，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坚持不懈地实施素质教育，对学生的文艺、体育、科技活动给予充分的重视，各种层次的选修课让学生根据个人的特长和兴趣为自己的发展主动定位，天文观测、机器人、模型制作、头脑奥林匹克、环境保护、气象、多媒体制作，一系列具有高科技含量的科技选修课，使学生对科学知识有了全新的理解。经常性的高新科技讲座，让学生与科学家面对面，开阔同学们的视野。篮球、足球、排球、乒乓球、
管乐、声乐、弦乐、舞蹈、书法、绘画、篆刻、摄影、电视制作，多种多样的体育艺术选修课程，让学生充分发挥特长，树立了自信。我觉得从我入学以来，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文艺方面的、体育方面的，然后还有学科方面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拓展我们的技能，然后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像比如说最近的129，然后学校就举办了包括演讲比赛、黑板报评比、班会评比，然后还有文艺艺术节一系列的活动，然后不同爱好同学就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喜好去选择自己所要想要参加的活动。然后我觉得学校的活动不仅仅是为大家提供发展自己兴趣的机会，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活动中肯定自己的技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许你会问，与我的学习时间会有冲突的，这当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更多的呢是锻炼了我办事以及学习的效率，我想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佳的方式搞好学习、搞好工作以及参加活动，这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每一个中学生所需要的最佳的能力，我是这样想的。我觉得到一个学校来学习，学习知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习一种能力。到时候我们要走出去的时候，走到社会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别人知识只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表现我们身上各个方面的素质以及能力。特别是像同学们在这里练习到，比如说学了管乐的同学，到走到以后大学去，那就是一个技能。然后学习了网络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大学里还可以选修网络这种专业，这就更加促进了同学的以后的发展。我想这个活动对于我来说，只会是促进。不断创新，不断改革，不断发展，是华中师大一附中人办学的基本思路，也是华中师大一附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勇做素质教育先锋的真实写照。在办学的过程中，学校逐渐形成了发展教育的办学特色。正是基于教育观念的这种转变，学校于10年前就开始在全校范围内全面实施素质学分制。素质学分制改革实验推出伊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乃至国家高层领导的高度关注，改革实验的可喜成果更赢得了广泛的赞誉。2002年第六届全球中学校长研讨会在华中师大一附中举行，有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中学的校长在华中师大一附中汇聚一堂，研究推进各堂教育模式改革，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华中师大一附中在中国加入 WTO 后，主动与国际基础教育接轨，并进一步提高了学校的国际知名度。现在华师一附中已经与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进一步推进了学校的国际化进程。学校还和国内外有关教育机构联合办学，华一寄宿学校、华一宽带远程教育学校、华师一附中初中、华师一附中中澳国际部、华师一附中深圳分校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华师一附中优质教育品牌优势。素质学分制是我们学校探索的一种教学管理形式，这种管理形式的核心就是建立一种新型的适合学生发展的课程体系，它对我们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既要教好必修课，也要教好选修课。我们在我们必修课的课堂里面要以这个研究性的教，要多进行启发式教学，要引领学生主动思考、主动探究，要教好不同的选修课，对老师的知识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学生能够参加必修课的学习，也能够参加选修课和活动课的学习，在兴趣上得到了一些培养。很多学生通过这样的课程的学习，转变了学习方式，调整了心态。素质学分制的课程体系是实施素质教育形成了一个立交桥式的多层面的这样的课程体系。第一个层面呢是叫做基础型基础层，就是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所以呢课程呢它
它是德智体美各个方面呢全面的覆盖。第二个层面呢是拓展层，这个拓展层呢就是为学生自主的有选择性的开展各种特色的课程，这样呢给学生提供时间空间，充分让学生展示他的个性特长。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探究层，探究层呢就是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的课题的研究，那么学生自设课题，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动手能力这个方面的培养，这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服务的。所以我们呢以人为本，发展为先，很多就是在学校里面是通过课程做载体来实施的。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为学生的终身发展、主动发展构建我们的教育教学体系。近年来，在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学校高考升学率仍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特别是高分人数明显增长，在武汉市乃至湖北省的优势突出。2004届全省高考700分以上七人当中，华师一附中独占4人，王然同学夺得湖北省理科状元。2005届高考重点率达到80%，高出同类学校10多个百分点，高分段人数在全省所占比例较往年又有大幅度提高，有42名学生被清华和北大录取，居全省第一。学校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优秀学子，向一流高等院校输送的学生数量和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成为全国名牌高校优秀生源基地。学校理科实验班坚持全面发展的办班模式，取得了令教育界瞩目的成绩。办班10年，共有10名学生在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摘金夺银，累计有30余人次进入国家集训队，300余人次获得学科竞赛1等奖，并取得了大学保送资格。历届理科实验班高考重点大学升学率为100%，2005届理科实验班班级高分均分更是高达635分，创造了新的奇迹，真正实现了全面发展和特长发展的办班培养目标。在高考和学科竞赛取得辉煌成绩的同时，科技竞赛成果也争奇斗艳、硕果累累，形成了鲜明的科技教育特色。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自2001年来，共有5名同学赴美国参加了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赛，并获得国际大奖。在一年一度的“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中，学校近年连续3年均有学生参赛并获得大奖。在今年的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上，华师一附中学生也是全省参赛学生最多、获奖项目最多的学校。华师一附中近年来教育教学质量能稳步提升，一直保持在全省的领先地位，就是得益于学校建立了完善可行的运行机制，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内部的核心竞争力。通过建立校本教研制，搭建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平台，通过实施学生导师制，开辟了学生教育管理的新形式，通过实行绩效评价制，建立起奋发有为的用人机制，逐步积淀了华师一附中开放、自主、创造的学校文化，形成了追求卓越、勇争第一的华师一附中学校精神，凝练出了厚德博雅、笃学敏行的学校新校训。为了加强教职工思想道德建设，学校在每年都要进行大规模的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评比与交流活动。在优秀党员、优秀教师的评比与交流活动中，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高尚师德。2004年6月，学校决定实施华师一附中名师工程，希望以此进一步发展华师一附中校园文化，
校园里到处都活跃着先进人物，到处都传颂着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通过这些活动，既切磋了技艺，又锤炼了华十一精神。每一年的这个优秀教师的评比，对我们教师队伍的建设，尤其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教师队伍的评比当中呢，学校对青年教师，有应该来说呢，有一定的倾斜。对青年教师的评比这一块，通过学生的教学评估，通过教研组的教学评估，还通过一系列的大比武，让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对青年教师呢，确实是顺利的进入优秀教师这个行业，创造一个很好的平台。同时呢，对老教师继续发挥以老带新，发挥自己的这个余热，并且不断的适应教学这个形式，与时俱进，补充完善自己的知识啊，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厚德博雅，笃学敏行，体现了华十一附中培养学生的整体模式和特色风格，表达了华十一附中为中华崛起、以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为己任的高远志向。学校在规范自身教学行为的同时，更提出了新校园、新观念、新机制、新课程、新技术、新质量的新型学校建设的六新工作目标，努力实现学校跨越式的发展。卓有成效的教学改革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使其不断在全省教育界独占鳌头，而且日益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华十一附中将成为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示范性高中之一。我们首先是要办人民满意的学校，那就是说学校办的质量怎么样，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标准。同时呢，我们还希望把学校办成一所现代化、国际化的学习型的示范学校，也就是说要引领在全省乃至全国引领基础教育的这样一个改革的潮流，使得我们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21世纪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中坚力量。纵观华中师大一附中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创新是华中师大一附中办学思想的灵魂，改革是华中师大一附中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发展是华中师大一附中因应时代的不变追求。创新、改革、发展，正是华中师大一附中的成功之道。展望未来，华十一附中这艘巨轮将在改革的大潮中乘风破浪，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